好，有钱没钱中个彩券好过年，连续16期头奖都共估的威力彩今天晚上要再开奖了，而且呢这个头奖呢有机会上看8亿5千万元，如果一个人独得将是威力彩今年奖金的第四高哦。那么今天呢流行的大家在赌的还是这个爷们牌再度的发威。